首诗来自于何种仪式？跟小孩做约定的时候常用的打勾勾手势，最早来自于 A 罗马军队， B 印度佛寺， C 日本黑帮。 A 印度，我就想说佛寺，他们不是僧侣见面，也许就这样合十。黑帮打勾勾，我也不知道要干嘛，怪怪的。怎么会觉得还不够狠？感觉不够狠，对不对？黑帮，你真的很碍眼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